好久不见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！请坐，请坐。好。怎么样啊，旭？你的最近你的clinic生意好吗？生意因为我会有小到 MCO， 可是clinic吗？他们说clinic还是照样做的吗？对，还是照样做，可是很多病人都不敢来的。有心啦，尤其是那种老人呐、对吧？不像以前生意没有像以前这样好的。已经有办法了，对吧？还是要做生意做得好过没有咯。对对对，还是要生意。对，像我们work from home 的，就是每一天就是要用到那些电脑啊，对对，就那些还是要做好。这小孩子还是要上课，对，就是上了网课哦。对对对，这我们就又要变父母，等一下又要变老师，两个都要，两个都要做，两个叫什么？两个职位。说你最近有去哪里吗？南极哦，那有去哪里？不可以跨州，不能去旅行。所以哦，真的哦，这几个星期哦，我就在家都不懂想做什么，就跟那种小孩子就是做，好在家，对，跟小孩子做一些手工啊，然后就买一点这个花啊，从这个 Florist 那边啊买来设计设计一下咯，小孩子也可以帮忙手一下，然后他们也觉得很美耶，好美。你在哪里买的？这个花没有啊，这个花我每一年都有放的啊。你没有注意到？去年我才有来一次啊。去年我们去旅行，我跟家里人去的。不怪他没有来到我们家。But actually， 我喜欢这个花，因为它很容易照顾，很容易照顾。它怎么照顾？actually 用放水是最好的，因为怕会生蚊子嘛。你知道现在蚊子那个蚊症啊，我们也很怕。我那里也是很多蚊子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家里人啊，这个一个都中蚊子啊，所以啊，要很小心啊，家里不可以有积水的那些叫什么那个 plant 啊，那些不能积水的，就算是外面种花好，也不能堵住那个水，要每一天去清理呀、清洗的。所以哦，这个哦花哦，这个其实我很喜欢，因为它可以不放水都这么漂亮。所以这个是假花，这个才是真花。这个是干花，干花你讲的对了，这是干花。OK， actually 这个就是这一粒粒这个红色的 ，actually 它有很多 color。为什么它会这么多 color？ 它是染色，染色。染色，所以它 natural 的颜色，我们全部颜色是白色，白色，白色。现在他们叫什么？科技很发达了 ，actually， 就是每一次他们都会染不同的颜色。就每一年的话，actually 我们传统的喜欢红色嘛，而且年轻人最喜欢年嘛，红啊，还有参叶咯，有些就 purple， 又有时 blue color 也有，对对对，就气氛啊，气氛啊，所以。觉得这个放下去就很容易打理，不需要水，然后颜色也是很鲜艳，然后搭配一些这个大大粒的花，我们叫牡丹花，英文就叫 peonies， OK， 把假的放下去，耐看很久，耐看很久，就可以用回吗？对对对，可以再用，明天可以再用，如果坏了就丢掉，就去花店买一支喽。所以我每天都去那个 Alice Florist 那边买的。在那个马六甲最老的店啊，对啦对啦，他每一年都有货，而且价钱很出名的店。OK OK， 他东西都很 fresh 下的，都很 fresh， 然后 selection 又多嘞。所以他真的卖上，他虽然可以啊，但是我不会代购的时候，我一个朋友他真的是不会代购的，然后他就过去咯 call 他们咯，哎，他们帮他设计到漂亮哦。又耐看的那种嘛，现在摩登得了嘛？可是你看那个旁边这个哦，这个呢现在是最流行的，最流行的摩登这样的，对不对？这样的 style 所以他们讲这个叫什么？有点 zen style 啦，就是不会太古老，不会太古老，然后配起来又有那种新年气氛，很 modern， 摩登，对对对，就挑一些这些啊装饰品啊就够了。不需要 extra 的什么 simple and nice， 对对对 simple and nice， 所以我们就喜欢颜色又很搭然后会惹蚊子在边常住，对，就重点哦，就重点了，对对，所以就 simple 就搭配一点点花就好了，就很 natural look 了。
戴木啊，其实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我每一次过年都看人家一定有白布。你们做什么吧？白布哦，就是他们华文他们叫做转运珠啊，运珠那种听吗？因为它的样子就是 spiral 这样子嘛 ，spiral up 嘛，所以我们可以说转运啊。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放在 office 啊，放在家里啊。所以 office 也是每次看到白布，因为哦它不需要。很特别的招呼，容易吗？招呼本不很容易，只是放水，放这个一点水这样子，差不多到哪里？到这边了，呀，差不多到这边这样子，所以不需要每次换水，不过你放石头也是可以 ，to prevent 它这个滋生蚊子嘛，对吧？你就放白色的石头咯。OK， then 它这个很耐的，这个是很耐的，我喜欢这个，打鼾的，很喜欢这个的。它可以打它大概一年的，如果照顾得好，如果呢它开始发黄了过后呢，那个就它就有细菌了，你就要马上把它丢掉了，要不然等下传染去别一个呢，你就整个都对对对，整个都就不好了，不美了。嗨，热神啦，你在做什么？在大的瓶里。对，这个银柳 actually 我们买回来。它是有跟壳在一起的，因为它是 fresh 嘛，所以我们就要一个一个把它拔掉那个壳，然后它就会变白色，白色的这个就整体上看起来是银色，所以它的名字的由来叫银柳。OK， 然后呢，拔了过后呢，我们就会通常我们会买一点装饰的、啊，就吊上去了。那你手上这种啊，这个吊。对，我就会 deco 它，就是装饰把它吊上去。那有时候我也是放些 ribbon 啊之类的，就又简单又好看。然后他就再把这个音乐想留在团圆里，如果拥抱被隔离。恭喜你，大步向前跨，爱你么么哒。